我先洗一下葱，把这个等一下。好多啊！我就知道你能吃辣，我就不洗点。今天就会觉得这里啊，房间特别的冷。我刚起来了，穿了里面一件衣啊，我觉得这室当中冰凉的，所以找一件棉衣啊，在房间里穿上，看等会儿浑身发热吧。今天妞妞呢，给我做煎饼吃。里面啊，包饭啊，辣椒啊，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包在里面一卷啊，吃起来特别的过瘾。切一下葱来，切小一点，切断这个一长一短也可以这样切。谢谢。这么大一盘？对。他知道我爱吃辣椒。今天把里面加辣椒了，要辛苦你了。没事。你知道我爱吃面食，你天天就换样数了，这个都是常聊的，到时候方便包。对，明天还可以吃。原先的煎饼不那么贵，现在你看它包装上的，你放个包装它就贵了。它不会干吗？放包装里面。我自己就能吃两张。两到三张，你再吃两到三张，先拿六张出来啊，要不就干吧硬。一说吃煎饼，你得有劲了啊。我们东北人爱吃煎。好，有鸡蛋吧？鸡蛋。几个派上用场？四个大鸡蛋。哎呀，喊啥呀？哎呀，这是铁子小的蛋，壳也太硬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就不会汤？太笨蛋！来一个，因为比较喜欢吃鸡蛋酱。完蛋！怎么了？皮。炒酱啊。炒酱。黄豆酱。只要你听啪一声，滚开。外面人最爱吃这个黄豆酱了啊、哦。对。不加水太稠了，水太那个厚了。太稠了。对。现在往去棉衣去了，热起来了。可以先加了，不加盐，好咸的。这样就熬一下就行了。去脱衣服吧，热。行。一会儿就炒好了这个。搞出来，哎，整排的辣椒和葱，大米饭，五花肉，缺点牛肉。今天就别吃荤了嘛，行，我感觉这鸡蛋就可以了。这段时间咱们就有这个一包，哇，我还特别喜欢这样吃呢。来当煎饼吧，我给你卷，你自己卷。我学你卷就可以了。你学我卷的，给你一张、这样看到了吧？我得卷点饭，卷饭吗？入口即化了。好，然后他也减分，跟你学的。对，哎呦，是吧？他怎么横劈的？是竖劈吗？啊，对，这样的，这样看过来，然后再来点鸡蛋酱，别搞咸了啊，能吃多少放多少。完了再放点小葱，哎，再放点小葱。这个我就是不跟你走一个过程了，我要放小葱。那我也放小葱。你是辣椒、小葱都有。对，晚上你放那么多。简直是！我不敢放这个白色的，太辣。放这个黑色的。我就放两把辣椒。哎呀！哇塞！一卷，你卷好了啊！上次那两次都卷漏了。一卷，卷。放在桌子上卷。卷饼了啊！啊，哎。哎呀，你这卷不是好的。你看我怎么卷的？这样捏住两头，那么卷。压住它，你这都卷的可哪都是了，掐住两头卷上，卷对慢一点，你那太无聊了，了管它了，我还没吃到菜啊，吃的是前面的煎饼，哇。
搞笑了吧？你把大蒜给吃出来了，捏住，你看啊，捏得够紧，张的嘴够大，看呐。哪里捏得紧啊？你中间都露馅了，你看我啊，这样。啥叫事啊？我说的又不是啊。这个是黄豆做摊的煎饼。你这吃煎饼的左漏右漏，我搞不好。你看我一点不漏，你太多了放的，太满。这个好吃啊。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享受一样，太好吃了，朋友们。两张就饱。你的辣椒辣吗？好吃。哎呦，我的可被挤出来了。牛上没有酱吧？没有。觉得咱这个料啊，还包少了。嗯，辣椒包少了呢。对。说最后料少了，那没人吃。旭旭姐，你掉的饭粒。搞第二张，你也来个。老九来搞个第二张，哟，这个还可以塞风了。当扇子做扇子了啊！那回我就要包这个辣一点的，上回包的辣椒好有吃。辣椒我实在不敢。我的辣椒都包少了，我应该多包点辣椒。那我就包一个，包一个尝尝。一点的，适中，一点。我不敢包太辣，我受不了。我是太贪心了，包的太多了。怎么办？我也不拿出来了吧，你别吃那么诱惑行不了，我这还没包好，我都急死了。你那么多，这个越包得紧啊越好啃。还是掉的呀，你全都掉到哪里去了？你煎个中间炸物，中间炸物，前面炸。你看我这个，这边再吃一口就行了，还是不可以啊。我呀，
肉大葱头，技术不行、啊、那个掉啊，还没等吃完掉完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这个酱好吃。嗯，你是哪条？后面跑出来了。捏在这个边上，这它就不会跑。不捏两头，不捏中间。嗯，快吃完了。嗯。你要说辣，我的辣就不给力。辣就不辣。嗯，这个煎饼比上次那个软。好吃。主要是葱辣。辣椒还是能吃一点的。嗯，这个饼包起来，就是我是一个湖南人，我都爱吃了，真的。很多人说很多，哎呀，究竟是南方的，怎么到北方来？生活习惯嘛，我很习惯的，因为我喜欢吃面条啊、包子啊、馒头，而且喜欢吃这个煎饼、啊，还有水饺，所以我偏爱那个面食嘛。大米饭也爱，面食也爱啊，说来北啊，我都适应。好了，朋友们有机会也过一把老酒这样的瘾，真的特别的给力啊。